搜狐视频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袁姗姗。这种是导演写剧本的时候就写进去的，还是说你自己觉得应该把它加进去？天使的城的时候是我跟导演提出来，就是希望加进去。然后这个戏是大鹏他们导演，就是他们剧本里面所具备的。大家认为关莎莎和杜潇潇这两个角色的职业和经历跟我相似，既然大家这么认为，那不如把我的自身经验可以加进去，使这个人物更丰富一些。其实说烂演员这个说法其实还蛮伤人的，就是在你自己作为演员你来说，你认同有可以有这样一种说法吗？说烂演员或者好演员？我觉得每一个职业里面都有烂的有好的，那么如果当有一天大家骂你是把你化为烂的那一波，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了，那我就随遇而安，我就做烂的一波。但有一部分人他会觉得我不能这样，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到好的那一波。我觉得这也是有的，不一定说一时骂你烂演员或者是烂其他职业你就注定这一辈子就是。但是就是说这个好啊或者说烂，这个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太一样。就你在你觉得说烂演员或者好演员，在你的内心会有一个标准或者一道坎？是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也众口难调。那么所以自己要认识自己，一定要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和你和看到你身上可以闪光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自己认识自己。那么不足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进。我觉得标准的话，我个人认为演技好的演员还有人品啊敬业呀、各个程度可能各个方面会成就一个好演员。那这次煎饼侠你觉得你达到或者做到这种好演员这个标准了吗？我这个问题问得太早了，过几年再问。我觉得我是在行走在向好演员的方向在努力吧。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一年365天天天被未曾谋面的陌生人骂？举手的这个人就站在你们面前。不过别担心，我今天不是来诉苦的，我是穿着马甲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被骂打的。除了电影，其实最近大家关注到你还有一部分是你那个演讲其实特别成功，就是很多人都在转发，大家觉得特别励志。就你能讲一下这个演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由吗？其实是机缘巧合，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话题，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去分享。说到网络暴力，大家都知道我应该算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一个女演员，所以就机缘巧合就有了这样的一次演讲。2013年以前，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变成网络世界里的黑姑娘。这个话题是你自己提出来要作为演讲的一个主题的是吗？对。我觉得其实从当时大家开始否定我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大家都会问我，珊珊你为什么不发声。当时我可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发声。走到今天我觉得我发声的时候到了。因为参演了一部电视剧，演技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故事的结局不尽人意，而且拖下我风口浪尖。我选择在网络声中被倒下，就在网络声中爬起来。我看那个视频就是你在台上的感觉是特别的冷静，特别的坦然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在之前做准备的时候，或者说要把这个话题自己拿出来讲的时候，会有一些纠结过吗？还是说从我决定要做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纠结过？因为
我觉得在台上的表现就是我现在的心境。我也在开头就说了，我不是来诉苦的，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前其实我也听到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人可能感觉就是袁姗姗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在煎饼侠里面也说了，我本身就是清纯小妹嘛，我可以本色出演，就说是她是一个清纯小妹，但是好像是又因为这个网络暴力啊各方面的事情，又不得已要变得让自己对外界的感觉是自己很坚强。我这种判断是准确的吗？是，我觉得这算是我的一个成长历程吧，从一个刚出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慢慢到现在我可以去跟大家分享我遭遇网络暴力的一些心得。我觉得这三年吧应该算是我的成长的一个阶段，让我从一个很傻乎乎的小姑娘变成了现在就是懂得思考的一个懂得思考然后又可以坚强面对一切的一个女演员吧。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在娱乐圈，身处娱乐圈当中，可能真的不需要小女生或者说太玻璃心的人是没法在这个环境中就很顺畅的就是发展自己或者说跟外界沟通，可以这么说吗？有些人幸运，有些人不幸运。对，有些人可以幸运到你一直就是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我是需要通过挫折来锻炼我的那一类。我看你的关于你的下面的评论啊，有人说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当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后面的可能都是反弹。其实跟最近的股市有点像啊，就是说一路飘绿之后，后面的可能就一线长红了。你会感觉就是说你未来的这个演员这条路会越来越走越顺畅吗？这个我也不太会预知，就像大家也不太会预知股票一样。但是我希望，我演讲里面也说过，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应该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吧。而且之前也说过，就是最差也就是这样了，所以之后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快乐的，所以我现在只希望我自己每天都能有一点进步，其实那就是每天的礼物，然后可以和父母一起开心幸福的生活，才是我最想要的吧。